能够就是发一些金牌跟那个可以再追加，但是不知道座位上的那些来的时候，那不行，这样子。对。今天提供几份？多少份？今年下午是650份，650份来预计。这样大约的金额，全部鸡排金额都大约，大约的金额。啊，你刚刚一笔金毛多少？买一份。我们鸡排哪一份多少钱？不知道吗？增加不一定就对。哎呀。